快乐回家中国行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东寿光的蔬菜批发部门，接下来又到我们中药的吃个午饭，然后就去看一下从寿光他们乡下咋个种的菜。这个叫爬五，爬五怎么吃？对了，就是这样炒着吃的。那个我这里面带的，有带了两个。好，那我们先尝了再说。行。我的天哪，还多有食欲的。哦。嗯。小日本。其实我们在外面哈，就是一个你桌啊、鸭子啊的，有一个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它的舌头还在。你说这个老板的这个舌头还在，就说明他是个良心商家。为啥子？因为你说很多他买的动物的话，他都是没得那个活舌头啊、鸭舌头的。活舌头、鸭舌头现在都是论根卖。川菜就是麻辣水煮。你恰恰说反了，你恰恰说反了。你再说一遍刚才那个，不，真的真的，就是不，太不说了。这一份是多少钱？48。好，这一份鹅杂是48块钱。我们来看哈中间底下垫底面，你看啊，好吓人。我就这样子说吧，如果是在我们四川，我不是黑我们四川哈，这份菜至少是3份。三元串是不是3份？随便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值。算什么？蒜泥鹅肉哈，再整一块。嗯，八十蒜泥鹅肉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汤。鹅汤。四菜一汤嘛。啊，对对对，四菜一汤。好，那四汤。两样的。这个什么？这个用芥末拌的。哦，芥末的哈。嗯，这边喜欢吃芥末。有喜欢吃，到什么地方就是有喜欢吃。那你小时候是不是芥末？不吃。就是现在才有的感觉，现在吃的特别香。嗯，那再来个芥末。嗯，这个有带点芝香味，没有，很香，确实质量很实在。这个是这家鹅店的张老板哈，他又说半天，他们就叫爬骨爬骨。我是问他那两个字咋写，他说没法写，就是他们当地的土话，当地的就是当地的土话，土话爬骨，他是用那个绿豆加那个菠菜，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菜，别的地方没有，只有寿光有。好的，我尝一下。喂，张一下，我是爬骨，哎，105，108，嗯，这五个很实惠，实惠，嗯，很实惠。给你们表示一个啊，表示我这个这是什么？也是这年糕煎的年糕，用香油煎的。这是面上都是。这白糖，白糖好吃吗？棉被糖，这边是棉被糖。好，尝一下。咸盐。就这样吃吧。哎，就这样吃就行了。哇。哇，好油脂。哎，好糯。还有用米做，用做黄酒那种米做的。哦。这个好吃。特别慢这个菜。还有枣子，很香。哎。刚我打开出来了哈。它一鹅五翅是108块，然后又说我们那份炒鹅杂48，然后那个爬骨是46块，然后我们底下就是脚板，还有一瓶饮料，总共是应该是在189。我说实话，真的我们6个人，一个人投30块钱，吃那么丰盛，确实性价比极高，味道我觉得啊是没得问题的，在当地来说的话。至少有说人家这个炒的这种干香型的，和那个凉拌的鹅，包括油炸的鹅的酥脆，五鹅翅啊，这个味道，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真的是超值。如果有说大家来寿光的话，或者说你们就住到寿光的话，都可以来尝一下。刚才老板跟我说的是，他说你们是刷抖音的吧？他这个收费吗？我说不收费，然后他出来报了就。哇，我太幸运了！他说我们咋个找的哈？我都是随意的，他就说他太幸运了。其实沿途我们自己也会吃饭，而且说我们很多餐厅都是随意找的。就是说，我希望的就是真正的把这些好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性价比高的餐厅推荐给大家，因为毕竟我们要全国走一走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我们就光盘行动哈，来碰一下碰一下来，接下来就住到黄河卢口沟的附近，自己弄一顿海鲜来吃，看有啥东西吃啥。吃不完的通通打包，这碗吃，不能浪费。
天这个事情因为大事结束，开采中越新，山东寿光城真的是巴适。赶紧给大家讲一下你的地址。山东寿光是新一中东门对面元祥一品鹅老菜馆。好的，这是几号大户？